这个自我认同的过程当中也比较曲折。其实特别是在自己比较年幼的时候，首先，有关于说 LGBT 的知识，可获得的渠道很少，因此当发现自己的异样的时候，其实是非常害怕的，然后潜意识就会想隐藏这样不同于他人的一部分。所以我觉得恐惧还是有，然后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想，看去找一个什么样的策略，然后尽量去减少对抗，尽量去不要碰触太敏感的议题。